因为这个车呢是我们从厂里面直接打包回来的，厂家要求我们这个车必须先上我们公司户，然后再转到客户名下。因为这个车呢是我们从厂里面直接打包回来的，厂家要求我们这个车必须先上我们公司户，然后再转到客户名下。因为这个车呢是我们从厂里面直接打包回来的，厂家要求我们这个车必须先上我们公司户，然后再转到客户名下。